第33题，33、34题是题主，孟氏利用高炉炼铁，让铁矿与煤焦煤充分作用，利用氧化还原方式将铁提炼出来，下列是铁矿和焦煤在高炉中的反应式。第33题是问，根据上述焦煤和铁矿在高炉中的反应式关系，在反应中何者作为氧化剂？我们看到它的反应式给的是这个样子，可以看出来碳跟一氧化碳的作用是类似的，是当作还原剂，让我们的铁矿还原成铁，而我们的铁是产物，不是氧化剂也不是还原剂，而三氧化二铁自己还原成铁，发生还原反应，所以它是一个氧化剂，氧化剂就是让别人氧化自己还原，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，在反应式中何者作为氧化剂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Fe2O3。